在我们这边的轮胎上面。嗯，你有没有直接伸手进去抓？那个感觉会逃了。不是。在我们这边的轮胎上面。嗯，这轮胎的身上。你有没有直接伸手进去抓？那个感觉会逃了。我看到了。你小心点。哇，一只猫咪在我车子里面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说你是台中来的？我是，我紧张介绍我自己，好狼狈哦！你是的小猴子，台中的小猴子，就台中北台中，哇，买车两年哎，这样不容易。当初没让你赚什么钱，有点后悔。